我死在这里，我也没法活了。我们林家是招谁惹谁了？怎么好端端的一个家就这么多灾多难？儿子，就是因为你娶进了那个扫把星，我们林家的霉运才接二连三。你就把那个扫把星给我休了吧，让我们林家好清静清静啊！行了，别说了，娘啊，我这心里乱得很。你想想，我这两天还要给洋人钱呢，现银都被偷光了，我怎么跟人交代啊？哎呀，娘，你别伤心了。 你先回屋歇着吧。我的天哪，我是没法活了。来人，给东家。 几日没见，您身体还挺好的。好啊，有事儿啊？有点小事儿，从何说起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最近走了什么霉运了。您说我们林家吧，诸事不顺，茶庄好好的吧，一把火烧了，家里被马匪给抢了，成箱成箱的银子就被他们给抢走了。 我这日子难过呀！我来之前吧，我仔细想过，就那贺家地契那事儿，要不就按您和岳父上次说的那个方法办，这不对咱们两家都好吗？那您要没意见，我明天一早就把地契给您送过来。您把那10000两银子先给我行吗？10000两？要不8000也行啊？啊？ 算了，就5000两吧。奶奶，不能再少了，真的。你说我这不容易啊！你说地契按规矩我都要不回来，我这好不容易好说歹说，快给人跪下了，您就看在菊生的面子上，您帮帮我，要不我先给您跪下了。好了好了，那就照你说的办吧。那太好了，那谢谢您了。那我明天再过来，啊。嗯，那我先走了。 这下您可以睡个安稳觉了。是啊，抱琴啊，嗯，你说这林家被劫，你是不是觉得也有点奇怪呀？啊，我也说不上来。不管怎么说呀，我们还是要谢谢菩萨和祖宗的保佑，让我们贺家。 能够顺利的度过这一关。哎，熏虫子了！哎哎。
菊生姐，您先歇着吧，让我来就行。没关系的，我也想为家里做一点事情，帮帮忙。无论是家里的事，还是你个人的事，我的事。云龙，要是你不想嫁给明生，就直接去跟我娘说吧。你不应该为难自己，去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人。菊生姐，您别再说了，我和明生的事已经定了。我虽然如此，其实我并没有资格劝你。但是我不希望你和我一样。贺家对我有恩，明生也对我有情有义的，能有这样的归宿，我心甘情愿的。玉农，这树又生虫了。哎，日升哥，你回来了。啊，回来看看。哎，日升哥，哎，你来的正好，给。啊，哎，我内急，快去快回啊。好。怎么干起活来了？啊，工人内急，临时帮忙。雨农，哎，雨农，我爹一会儿要带洋人过来参观桑园，为了拉拢他们入股，我爹可是费了不少心思。你先去把残房收拾一下，叫下人积极上工。别等洋人来了，看到我们毫无条理的。好，走吧。快点，快点。哎，石榴先生，你看啊，这一片全都是我们家的桑园啊。你看那边。你怎么来了？我，这位是啊，这位是内人，这是史密夫先生。啊，何太太非常漂亮。密夫兄，你看那一片呐，是很大的一片桂花林。文达，你怎么背着娘，把洋人带到这儿来转来转去的？你怎么？行了啊，我别在洋人面前丢人，兄弟们，你走吧，别耽误我们谈生意。他都醉成这样，怎么谈生意呀？再说了，让老太太知道了怎么办呢？啊，什么呀你？我就是要喝多，生意才好谈啊。哎哎，密夫兄，哎，史密夫先生，看这个啊，你看啊，这一片啊，都是我们贺家的桑园，啊，连绵千里，品质上乘，在蒲院啊，首屈一指啊。嗯，密夫兄，你要入股贺家桑园，你确实好眼力啊。好眼力。何东家，你不该给我喝这么好的酒，我都快走不动了。那不如我们到那个小屋子里面坐坐啊，也可以聊聊入股的事嘛。啊，我非常要，怎么说来着？我想，方便一下。茅房啊，哎，坚持一下，不远不远啊。哎呀，文达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什么怎么回事？你不懂。哎呀！
菊生小姐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您好，史密夫先生。你害羞？你怎么这么害羞？这位是史密夫先生啊。哦。那您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？东家呢？我从方里出来，去方便了一下，可是找不到回去的路了。那我带您回去吧。我有些头晕，能不能帮我找水喝？那我给您倒杯茶去。菊生小姐，你真的是我见过的最有吸引力的中国式女子。谢谢您，史密夫先生。不过我觉得您好像喝醉了，这样我去帮您倒杯解酒茶，马上就回来。菊生小姐，不要急着走，陪我聊一会儿。史密夫先生，你真的喝醉了。菊生小姐，史密夫先生，你要干什么？我真的很爱你。救命啊！来人呐！你要干什么？菊生姐，救命啊！菊生姐，史密夫先生，放开！家人开枪打伤史密夫先生，你就等死吧，还不快送他去医馆。对，史密夫先生，来人呐，来人呐，来人呐，赶紧的，轻点轻点，来，快，来，轻点儿。哎呀，雨农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娘，都怪我，都是我，雨农才成了这样。好孩子，没事了，别害怕，别哭了，都是你们两个惹的祸。文达，你说什么呢？是他欺负两个孩子在先的，
是啊，如果不是我们来得及时，雨农的清白就会……闭嘴！有你说话的份吗？这儿，你就闭嘴吧。谁开的枪？李生，你说。我不知道。都不说是吧？啊？雨农，你是当事人，你说，到底谁开的枪？别胡说，不是雨农，那到底谁开的枪啊？不是我，是我开的。雨生，你别胡说，会没命的。东家，这事儿跟雨农无关，是我开的枪。就是他开的。米生，把瑞生关起来。听候发落。这洋人简直欺人太甚。竟敢到我们贺家来放肆。娘，要不咱们报官吧，是洋人欺负咱们在先的。你少说两句吧，敢得罪洋人，报官也是死路一条。你闭嘴，要不是你引狼入室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啊？那现在怎么办呢？难道真的要送出瑞生？娘，不是瑞生，是明。你糊涂了，人命关天啊。娘，到底是谁开的枪啊？明生，哦，你说。既然他都承认了，就是他了。是这样吗，菊生？雨农，你说，到底是谁开的枪？没关系，实话实说，奶奶替你做主。雨农，他们俩都是为了救你才扯进这件事来的，你可想好了？老夫人，您别再问了。是我，就是我开的枪。老夫人，不好了，那个叫史密夫的洋人在去医馆的路上死了。啊，他的随从已经报官了，可能一会儿就过来抓人了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这小人生性命可就难保了呀。老夫人，这可怎么办？您想想着。瑞生年纪轻轻，可不能就这么送命啊！你快去官府看看，要赔多少钱我们都愿意，只要能救瑞生，去呀！哎呀，快去呀！完了，人命关天，对方又是洋人，你给多少钱都没用。你知道吗？任胜他，任胜他是我们贺家的人，我拿他当亲孙子一样看待，我们怎么能置他的性命于不顾啊？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救他呀！哎，不是不想救他，这个劫，哎，恐怕任胜躲不过去呀。老夫人。都怪瑞生做事太莽撞，我愿意赔命给洋人。瑞生，
我对不起你。犯人带走，人生你不能走。等等，人生，人生，人生啊，人生，你不能走，人生，我求求你吧，人生。人生，张大人，老夫人，求你千万不要为难人生，我求求你了。和菊生无礼在先，打死他也是罪有应得。再说老夫人对润生就像对自己的亲人一样，你放心，他会给他做主的。啊，如果润生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也不想活了。夫人，老夫人请您过去。二婶，哎，看着点雨龙，我先过去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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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放心啊，放心吧啊。润生这孩子又厚道又仁义，又勤快又懂事儿，他怎么可能？这谁信呢？这事儿？哟，这万一要是真的？那被官府咔，这都冤呐！这事儿，啊！哎，娘，您找我。明生呢？去桑园干活的。我问你，你真的相信是润生开的枪吗？我没看见，他们说是。你也相信是？是。抱歉，有泪水往肚子里咽是很辛苦的。我再问你一次，真的是润生？娘，我没办法。真正惹祸的孩子逃避责任，我们却要送一个好孩子去死，为什么？就因为他是下人吗？你袒护自己的儿子，我可以理解。可是润生他也是有娘的孩子。如果他娘知道儿子要替别人去死，他心里怎么想？娘，道理我都知道，可是明生是您的亲孙子，您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去送死吗？如果不是我带润生回来，他也不会受这么大的委屈。我已经欠了他一个名分，我不能再让他不明不白地为贺家去送死。娘，我不明白您的意思。人生是，他是
文达和楚楚的孩子，他和明生一样，都是贺家的子孙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没有骗我吗？楚楚知道吗？除了我和裴伯还有春娘之外，就没有人知道了。怪不得楚楚把明生当成他的孩子。如果润生不是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，您是不是准备一辈子都不告诉我？不，这个局是我做的，这个谜底必须由我来揭晓，我早晚会告诉你的。娘，您怎么能对我这么狠心呢？如果你不知道真相，即便润生是楚楚的孩子，你就不爱他了吗？我不能。18年了，我视如己出的孩子，在我眼前一点点的长大，而他的亲娘却霸占了我丈夫的所有的柔情。这是上天对你的考验，忍人所不能忍，这是作为贺家主母必须的特质，你才能扛得起贺家的重担。娘，你让我怎么办？是上天注定这两个孩子不能并存，我怎能胜天？大胆润生，光天化日持枪行凶致死，你可知罪？小人知罪。当然，我早就跟您说了，根本不用多此一举，开膛审问，直接信刑就可以了。史密夫先生，这是我们的规矩，该走的程序咱们还是要走一下的好。什么规矩？简直就是浪费时间。我兄弟已经死了，现在需要你们赶快让这个犯人偿命。罪犯润生无视律法，光天化日持枪杀人，该当死罪，押下去，关于死囚牢，等待问斩。大人，冤枉啊！怎么回事？你有何冤情？大人，事出有因呐。那日是史密夫先生先动了邪念，要强暴雨桐姑娘，润生阻止不了他，才开枪的呀。是啊，大人英明，千万不能因为他是洋人，就一味偏袒他们一方啊。雨桐姑娘，是不是这样？是的，大人，那天是史密夫先生喝醉了，他想要亲我去生小姐，我看见了以后想要阻止他，可是没想到他对我，对我。大人，你看，贺家上上下下几十口人，都可以作证啊。是啊，实在是洋人无礼在先，润生开枪实属自卫啊，大人。是啊，这是自卫的。大人。杀了人，一定要偿命。这不管在哪一国，都是一样的。这些人，都是罪犯的家人，他们显然要联合起来，为罪犯开脱。你不会被他们可怜的样子迷惑吧？史密夫先生，我觉得这个案子，还是从长计议的好。如果我草率决定，难不我仆院的百姓吗？是大人明察。你是什么意思？你要袒护犯人吗？你如果纵容他们这样做，你也要负连带责任。可是按律，死囚犯要打入死牢，等到秋后才能问斩。秋后问斩，什么意思？就是秋天霜降以后，冬至以前。No， 凶手在押，为什么还要等到秋天执行？归国法律真的让人费解，
我抗议，我会通过临时官向你们政府抗议。大人，这件事不按照杨仁的意思办，后果会很严重啊。史密夫先生，息怒息怒，对这样无法无天的罪犯的确没有理由姑息。来人呐，把罪犯押下去，十日后问斩。退堂。玉龙，玉龙，玉龙，大人，玉龙，大人，小兄弟，麻烦通融通融了，这边拿着，进去吧。在外面等。芈生，润生可是为你，润生可是你兄弟，你连看都不去看他一眼吗？算了，别为难他了，他是我眼前人士。就在这里边，去吧。好。润生，润生，润生，老夫人，宝娘，爷爷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孩子，委屈你了。不委屈，没事的。雨农还好吗？放心吧，雨农已经回家了。润生，你不会怪我们吧？不会，我谁都不怪，这是我的命。你没错，芈生少爷也没错。如果那天是我先看到了那把枪，我一定会一枪打死那个人的。老夫人，宝娘，爷爷，你们养育了润生十八年，现在该是我偿还的时候了。润生在这里跟你们拜别了。你们对我的养育之恩，润生只能下辈子报答你们了。孩子，你忍着点儿，奶奶一定会想办法把你救出去的。不，奶奶那样会连累贺家的，毕竟人命关天，而且杨元又那么蛮横，连官府都奈何不了他们。如果得罪了他们，会给贺家带来更多的麻烦。润生，你快起来，快起来。润生，宝娘我还能为你做什么？宝娘，如果润生走的时候能再吃一顿您做的饭，能穿上您做的衣服，我就很满足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不是我的孩子？老天爷，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的人生啊？宝娘别哭，人生，人生，我对不住你，好兄弟。照顾雨农，你们一定要好好的。阿培，这就陪我走一趟吧。
先生说今天不见客，请您回吧。 你的身体会垮的，你这样，润生也不会安心的。玉诺，对不起，其实这件事情都怪我。 是我连累了你，还连累了润生。对不起，不，菊生姐，不怪你，都怪杨仁，都是杨仁害的。雨诺，你放心，润生他一定不会有事的，你相信我。要不然的话。 我一辈子都没法去面对自己的良心。你等着雨诺，我回家，我回家去求林祖刚，他跟杨仁熟，不管他打我骂我，我都不会害怕的。只要他肯替润生求情，你放心吧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菊生姐。 润生是个好孩子，求求您一定想想办法呀。冬至婶，你先去忙吧，我会想办法的。是。 我想让你去找林祖刚，能不能跟杨仁那儿求个情，救救润生。你们是不是嫌我不够烦啊？你和娘，一个送钱，一个让我去陪人情，你们是不是吃错什么药了？润生在我们家十几年了，你对他一点感情都没有吗？就你们有感情，你们那么多感情。 管这个管那个，给这个钱给那个钱，你们有那么多钱，给钱。可润生马上就要没命了，这个时候你还只想着自己做官，你那么自私吗？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我还一肚子气没处撒去呢。我，你看这个计划书我写了一个多月，准备给史密夫入股桑园的事，我前后奔走费了多少心血，现在全完了。